由几个民间团体所组成的司法正义行动联盟，有针对第十届第五会期的立委做评鉴，也有特别颁司法正义奖给六个立委。伊嘛呼吁调查立委要优先审议，包括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法在内加强有效的法案。下党派立委手提奖牌徛到顶，过来来民间团体组成司法正义行动联盟举办司法正义奖的颁奖典礼，六个立委得奖。我们来特替这个社会大众来看看说，到底我们的委员在这一些重要的法案里面，尤其是有关司法正义的这些法案里面，到底做了哪一些努力？经由我们的一个评鉴呐，把委员的努力啊，把它呈现出来。得奖的立委有时代力量的王婉珠、柯显智，民进党的苏智芬、周春美，国民党的尤玉兰，加民众党的赖香伶。得奖的立委内底有人推搡公务人员相关的修法，包括维护公务人员的健康权、放任公务人员私领域的自由等等。也有人骨力推动转型正义相关的修法，希望后出转会改善了后的转型正义工作会使继续执行。怎么有一个比较强有力的监督机制说，他有没有实际在做？这个恐怕就是转型正义成败的关键了。所以才会有这么多委员这么关心这个议题。司法正义行动联盟也提出应要义的优先法案，包括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法、甲外一家有关系加格行刑法、不在籍投票等等九个法案，呼吁立委伫后一个会期审议。记者林思豪、谢国林台北报道。